等一下，算了。你有话要说？刚刚晶晶跟我说，你很早就喜欢我了，多早？就是骑车差点撞到你以后。是咱们俩第一天认识的时候吗？是。那当时我跟你告白，你怎么一脸不开心的样子？我没有不开心，我就是害怕你哥对我开玩笑，我岂不是白开心一场？而且也怕我在我喜欢人面前丢人。所以你就碍于面子一直不主动，就连分手也不试着挽回？我试过了，可是你把我拉黑了，而且你的室友和队友就好像统一战线一样，只要我去找你，就各种阻拦我。还不是因为你伤了我的心。香，对不起，我知道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太看重自尊了。给你足够的安全感，我很抱歉，所以。